我是菲比。去年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那是一段充满冒险与甜美的回忆，我想跟你一起分享。我与好友相聚在异国的露天咖啡厅，微风拂过，咖啡香与春天的气息交织，这一刻轻松而美好。漫步在欧洲的街道，每一个转角都是风景，阳光洒落，这一刻纯粹而愉快。漫步在南法的乡村小道，石板路承载着岁月的故事，微风轻拂，空气中满是悠闲与诗意。我在时尚明亮的图书馆里，知识与静谧的氛围交织，让学习变得格外愉悦。专注阅读，就能感受知识带来的宁静与力量。在下雪的季节里，沉浸在这片纯净的银白世界中，感受雪花落在掌心的滋味。在热闹的广场中央，被欢笑与音乐包围，感受节日的喜悦与人群的热情。夜晚的广场霓虹灯闪烁，到处的烟火照亮夜空，也点燃内心的激动与期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耶莱娜。以上是我近期所试过最逼真自然的 AI 影片制作工具，它就是我们先前曾介绍过的 Flex Clip。 只要简单的几步操作，Flex Clip 就能帮你生成超级拟真的影片画面。首先，到 Flex Clip 的网站首页，在上方的 AI 下拉选单中选择 AI 影片生成工具，或直接输入网址。右上角点选登录后，就能进入到影片生成工作区，可以选择直接输入文字生成影片，或是上传现有影像生成影片。选择模式和时间长度，按下生成按钮即可等待影片产生出来。影片生成完毕后，点选影片可以直接下载或是进一步编辑影片。我曾试着将相同指令套用在不同 AI 影片生成工具上，但生成出来的效果和逼真程度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差距。 Flex Clip 不只是图片转影片的表现直逼真人拍摄，它的文字转影片效果也是一流，简直逼近如假包换的自拍程度。Flex Clip 的厉害还不止这些，它还有超多 AI 功能，绝对让你惊艳。例如我最喜欢用的 AI 物件移除，将图片拖曳进来，选择绘图工具，调整适合的画笔尺寸，用画笔涂在要删除的物件或字上，然后下载图片即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Flex Clip 的这个 AI 影片生成工具与它在一般主页里 AI 工具中的 AI 影片创作工具并不相同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点选影片说明栏内的连结，就能看到这款超逼真好用的 Flex Clip AI 影片生成工具了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咯，请帮我们点赞、订阅频道、转发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